转向灯的节奏突然加快，这是灯有问题了。灯是亮的，但工作不正常了。可以两边比较一下，节奏也不对，亮度也不对。找到这个位置，什么工具都不用，把它拧下来就可以换了。哈，还拧错了，这个是前大灯的。应该是这个，里面空间很小，但只要能把手伸进去，逆时针一拧就下来了。就是它，照着买一个，把它装上就行了。但我检查了一下，灯丝并没有坏，也许是接触不良，把它重新装上去，行了。转向灯可不能马虎，否则出了事故，责任都是你的。